主料，牛肉68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黄豆、黄豆酱3勺、蒜蓉辣椒酱、姜、山楂、水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牛肉切块泡去血水，在凉水下锅焯一遍，高压锅加水，放姜片、干山楂片及干黄豆，加入3勺黄豆酱，半勺蒜蓉辣椒酱，再放入焯好的牛肉，大火开锅，中小火 1.5 小时。 OK， 美美喝汤吧，呵呵，最近迷上喝汤了。烹饪技巧，这道汤非常好喝，喜欢喝的话就要多加水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